乔治，你是不是把我的衣服给吃了呀？快还给我，我还要去参加舞会呢。啊，那好吧。谢谢你，乔治，去参加舞会喽。佩奇，你是不是把我的衣服给吃了呀？可以还给我吗？我还要和王子哥哥去约会呢。那好吧。太谢谢你了，佩奇，去约会喽。猪妈妈，你是不是把我的衣服给吃了呀？我还要穿上衣服去上街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那我现在给你吐出来。谢谢你，猪妈妈，去逛街喽。猪爸爸，你是不是把我的衣服给吃了呀？快给我吐出来。啊，不吐不吐，见到我肚子里的东西我就不会吐出来的。哎呀，你快给我吐出来，我还要去相亲呢。你就还给他吧。那好吧。哼。